那这个。你没有东西要跟我讲吧？我做工完了。真的？今天去哪里来？做工啊，我不是跟你讲我做工。做工做到几点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？现在10点，我不用应酬啊，我做 manager， 我还要去见客什么？去应酬去到哪里去？今天你去哪里来？就说我去见客了，就讨论东西啊，现在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刚才我两个朋友来跟我说，你刚才竟然跟一个男的在抱来抱去。你信他们讲，你不信我，你现在你不信我是吗？可是为什么你每天都这样晚啦、啊？每天都是10点多、10点多这样子回来，你做什么工从早上8点多做到10点 ？Manager， 我跟你讲，做 manager。